相声《会吃会喝》，由北京市曲艺团殷培田、刘晨合说。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富态多了？您是比以前胖多了，从哪儿看出来的？哎，你让大伙儿看看，看您脸蛋子上的肉都嘟噜下来了，这肚子上的肉都快流了，这肘子也够肥的。肘子？别动，低头，让我好好看看。可以，怎么呢？这血脖也够意思的。我说你这叫怎么说话呢？不是，我是说呀，您这脖子也够意思。你把话说清楚了啊！说实在的，您这脖子比那猪脖子不细呀。哼，说实在的，你那脖子比那鸡脖子不粗啊。嗨，你提我干嘛呀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我这意思啊，是说您确实比以前胖了。胖确实比以前胖多了。哎，您能不能介绍介绍您是怎么发胖的？干什么呀？不是，我也想胖点吗？各位观众请看啊，您瞧这位尖嘴猴腮的往这儿一站，这叫什么话？也是透着惨点啊。惨点？您瞧这尖下巴颏，就跟我小时候抽那汉奸似的。嗨，有这么比的吗？您再瞧这两只皮包骨的爪子，这是爪子呀？别动了，把头抬起来。抬头干嘛？哎呀，这肚子里头没门了啊！我问呢，这早上起来没人喂吧？相声可以这样没人专辑，敬请关注。那我是猪啊！这您别生气啊，我呀是想跟您学习学习怎么样的发胖。真想胖？可不真想胖。行，就冲咱俩平时这关系，我也得告诉你这发胖的秘诀。哦，这还有秘诀？对，福尔过来。你还跟我嘀咕什么呀？大庭广众之下我这么一说，明儿他们全胖了怎么办呢？嘿，这位还挺自私。保密保密。哦，会吃会喝呀。你看还是说出去了不是？这我早就会。就冲你这不求甚解的态度，你就长不了肉。是啊，到老了你也是个小干巴瘦老头。嘿，看来我这晚年也够窝囊的。我说的会吃会喝和你说的会吃会喝完全是两码事。那么你说的会吃会喝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说的会吃会喝是说一开会就吃，一开会就喝。哦，开会吃啊。嘿，你吃谁我吃谁啊？我吃我自己啊。我吃的是公家，是国家，是集体。不吃白不吃，吃一口赚一口，吃多少都不算计，吃多好都不心疼，吃得饱睡得着，时间一长怎么样啊？你说咱能不胖吗？啊，哎呦，我说我怎么这么瘦呢？感情这点油全让他给卡了。卡不好瞎卡。行了，你们这是占公家的便宜。不便宜，一根黄瓜就好几毛呢。多新鲜啊！是新鲜的，刚从那个暖房里摘下来的。你怎么老跟我这打岔呀？说怎么回事？我说你在单位干什么工作？我在我们单位主要是抓招待这一圈工作。抓招待？对对对对。这干嘛还要设个专人啊？哎，必须得设个专人呐。再说你们那么个小单位，一年能搞几次？可说呢。什么叫可说呢？一天不就两次吗？啊，一天你们就搞两次？早晨不在那儿吃。哦，在家吃的。家里也没吃。那在哪儿吃的？等中午一块儿吃。嘿，他两对并一对，每天早晨我都得弄菜去。要说你这差事也不轻省。那天准备那个会餐才倒霉呢。怎么了？刚开始准备就停电了。哎呦，一直到了下午三点，这会餐才开始。是啊，酒也摆上去了，菜也摆上去了，我也躺下了。你瞧，他还真是废寝忘食。哪儿啊？我饿晕了。饿晕了？饿晕了。你这样多伤身体。从那以后咱们总结经验教训了，
不掺梨的时候，咱就上厨房弄俩丸子，咱们点吧点吧。是啊，嗯，你留神别撑着。哎，撑不着，嗯，吃多了咱们再吃酵母片嘛。嘿，这位都有经验了，什么事儿没有？没关系。那么你们这么个小单位，一年能开多少会啊？哎，你别看单位小，嗯，五脏俱全，好吗？他们单位成麻雀了，开会的名目那可就太多了。都有什么名目啊？你像什么庆功会、授奖会、党代会、团代会、工代会、副代会、科技会、设备会、分家会、合并会、迎新会、辞旧会、交流会、先进会、生产会、后勤会，什么新兵入伍会、老人退休会，接长不短，嗯，我们还要开个追悼会啊！在追悼会你们也吃啊？吃啊，那不吃那对得起死难家属吗？那行了，别哭了。再加上什么检查团、调查团、参观团、访问团、学习团、慰问团、表演团、竞赛团，什么文工团、歌舞团、话剧团、皮影团，还有各种体育代表队，都有什么呀？有什么篮球队、足球队、排球队、乒乓球队、体操队，什么翻跟头、练把式、吞长虫、撞石碑、耍叉的、耍棍的、耍猴的、耍耗子的。嚯！我说你们什么都行啊，活跃职工生活嘛。对了，活跃完了你们好吃一顿呢。哎，可不是一顿啊，是两顿。好嘛，我还少说了一顿。少说哪行啊，应该实报实销嘛。我说你们这吃饭的名目可太多了。还有呢？哦，还有，你像部里来人了，咱们陪着不陪着？你得陪着。局里来人了，咱们陪不陪？陪。外省来人了，陪不陪？陪。兄弟单位来了，陪。姐妹单位，陪。你嚷嚷什么呀？这国家这点钱呢，全让你们给赔进去了。你这个人呢，就是沉不住气。我怎么沉不住气？钱是王八蛋，吃了有人赚呢。这叫什么话？花过了头没关系，可以在本厂职工食堂里头放出坑吗？这手多缺德呀！反正你得有主意，对不对？我说你们这么吃也好意思的？哎，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这个人一心为公，一场为家，在家里吃饭从来都不客气。是啊，哎，俗话说得好，大锅里有饭，小锅里碗嘛。啊，既然大锅里有，咱们就先紧着大锅里吃嘛。嘿，嗯，省着它凉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这么吃，你们也过意得去？过得去，我这人是直肠子，吃多少都过得去。嗨，你们这么吃也不觉着脸红？不脸红。不脸红，就是脸红你也看不出来。怎么呢？咱脸皮厚。脸皮厚。哎，脸皮厚有多厚啊？一想多厚。什么叫一想多厚啊？就是想多厚就多厚。这位是二皮脸。我还告诉你，我喝多是酒都不带串皮的。好嘛，酒鬼。哎，不是酒鬼啊，是醉鬼。对了，不喝醉了你也不够本啊。上次喝醉了在洋相出的就太可乐了。怎么可乐呀？那天晚上喝醉了酒，骑着车往家走，走到半道上就听扑通一声摔一跟头，掉老乡猪圈里头去了。啊，俩多钟头啊，让那猪给我拱醒了。哼，睁开眼睛一瞧啊，这气就来了，照着那老母猪啪就是一大嘴巴。你打那猪干嘛呀？那废话，他在我嘴边正舔饭粒儿呢。嘿，拿他这儿当干水桶了。你说这事儿脏不脏？你说这个啊，国家三令五申反对这大吃大喝，这事儿你不知道？知道啊，知道啊，知道。哎，你记住啊，凡是这事儿都是风大雨点小。怎么呢？对于我来讲也就是赖猪奔墙根儿。这怎么讲啊？蹭蹭痒痒。嗨，你说这叫什么人呢？什么事儿没有？没关系。哎呀，你还是领导呢。领导怎么了？我就是会这套，这两年才上来的。你早晚得下去。我还告诉你说，我这身边一时半会儿下不去。那你们这么吃，人家群众也没意见？树林子大了，什么鸟没有啊？上次老张拿一张报纸就非让我看不可。哎，那张报纸上就是反对大吃大喝。咱一看，太好了，太及时了，缺什么有什么。哎，好好学习学习吧。包一包虾皮拿家去。啊，还往你们家抄呢？像老张这种人好对付。怎么呢？主要是私自在脑子里作怪。怎么私自呢？他是看我吃自己吃不着馋的。谁馋的？你说这么大人啊，受党这么多年教育至于吗？那么没出息。还人家没出息呢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有机会我让你吃两顿。
堵住你嘴，你就不言语了吧？那人家要不吃呢？不吃啊，不吃也得谈清楚喽。你跟人说什么呀？不准搞小动作、小广播，破坏安静团结，干扰四化。否则，我给你办学习班，扣你俩月奖金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，我非要你老妹妹的盒钱不可。你这是打击人，这怎么能算打击人呢？这可不算打击吗？这只能算报复。哎，这还一样啊。哎，现在的事儿没法说，尤其是我这当干部的。怎么了？你办点好事没人提，你瞧吧，你吃顿饭，你瞧，一个一个那眼珠子瞪得全跟包子似的。你你是一顿吗？一顿呢？两顿。早上那顿没吃，两顿减着一顿，是不是一顿？嘿，有这么算的吗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咱也不说了，咱也不吃了，咱惹不起，咱躲得起。上哪儿呢？咱上外边吃去。哦，又跑外边去了。哎，组织了一个参观团，上了一趟大西北。干嘛单上大西北啊？我们扫听好了。嗯，听说大西北那儿有整只的大烤羊啊。对了，那是有整只的烤羊，对不对？坐火车两天就到了啊，你们去吧。没出过门。没出过门啊？大西北两天就到了，两天就能到。我们整走了一个月。你们走了一个月的时间？对。我说你们怎么走的？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出发，直奔天津、唐山、秦皇岛、北戴河、沈阳、长春、哈尔滨。到了哈尔滨一瞧啊，哎呀，这地方可太冷了。对，那是冷点，赶紧买车票往回翻。到了旅大坐轮船到青岛，倒火车过济南、徐州、蚌埠、南京市、无锡、镇江、苏州、上海、杭州市，然后卧回头来进长江口，坐轮船到武汉，然后南下长沙市、衡阳市、广州市，最后坐飞机直奔大西北。我说你们这纯粹是游山撞水，胡说八道。我怎么胡说八道啊？公事，公事不去不行，懂吗？我说你们有什么公事啊？这人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你说这人，我问问你，那天津狗不理那包子香不香？香啊。东北那人参好不好？好。青岛那苹果烟梨甜不甜？甜。德州的扒鸡，南京的板鸭，尤其是广州蛇王买那个龙虎斗，你说这些好吃的咱要不吃，咱死了闭得上眼睛吗？咱们这位是到处蒙吃蒙喝呀。到了大西北，咱是大地方来的，那厂长必须亲自到门口迎接咱们，人家那是热情。咱一条这路，咱跟人打打招呼吧。哎呦，老刘同志，老燕同志，你好啊！欢迎你们到我们这儿来参观指导。不不不，我们是来学习取经的。哎呀，您太客气了，同志们一路辛苦了啊！不辛苦，一路上还没吃饭呢。嗨，他把这实话都说出来了。人家厂长一听说没吃饭了，赶紧给我们带进了食堂。一进食堂我一瞧啊，哎呦，怎么了？早就预备好了一桌酒席等着咱们。是啊，当时我特别受感动啊。百感交集，有那么一股说不出来火辣辣的劲头从这儿就涌到了嗓子眼儿。哦，那是一股暖流，好像是一嘴的哈喇子。嗨，这馋虫都造出来了。咱一瞧这种情况，咱们跟人客气客气吧。同志们，贵厂为我们准备了这样丰盛的美餐。这什么德行啊！这是，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，热烈的欢迎啊！还要再来一顿是怎么着？同志们，我们来到了你们这里，第一眼就看到了什么呀？四喜丸子啊！看到了四喜丸子，就看到了你们的四化。嗨，你们这简直不像话！看到了辣子肉丁，就考虑到你们干起一心，这挨得上吗？你要看到了溜肉片呢，同志们溜大号；看到了溜干尖儿，同志们干劲儿冲破天；看到了二锅头，我浑身有劲头啊！他纯粹是让那酒给馋的。人家厂长赶快就把话茬接过来了，他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四化搞得还不好啊，这个条件也差，招待的不好，还不好呢，这就不错了。这哪行啊？我看这就不错了，那咱们可就吃了啊！”你不就奔这个来的吗？吃吧。我刚嘴要吃，人家厂长一跟我说话，当时我躺了一下就站起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人那不是给咱准备的。哎呦，人那是结婚自己预备的。那你们上哪儿吃去？人家厂长一指那小屋，当时咱就明白了。哦，那还一单间，自己换饭票去。哎，得白高兴了，当时我都快哭出声来了。我这
你们这像话吗？你们这啊啊！我们大老远的，我们干嘛来了？我们谁知你们干嘛来了？我不是听说你们这整只大烤羊不才来的吗？你们就冲这来的？到家门，烤羊没看见，来块烤白薯，也没给吃两块啊！对你们这种做法啊，就应该抵制。你抵制吧，你们得好好认识这问题。认识行不行？你好好认识吧。认识，这么吃不对。你这么吃不对，本来就不对嘛。我们这么吃，我们对不起党，对不起国家，连您都对不起。我倒是次要的，这全国的干部都像我似的，那这四个现代化怎么实现呢？本来就是吗？行了，我认识到了，我向您保证，我下定决心改正错误，吃完带走，还吃呢。